连土地公都娶某。啊，你啥物时阵要娶？不孝有三啦，无孝为大啦，佫唔娶唔生。上旬要嫁一个白卡。啊，我问过你，敢有要嫁啊？你敢有甲我讲你要娶？叫阿坤伯啊，因新妇介绍啦。因新妇原来为越南来啊，嫁来一年吼，就生一个宝宝。对对对，很好，嘿嘿嘿，很好很好。好你无看迄布条啊？咱砖头大家吼爱合作，好好个来把时间趁钱啊！恁台湾人哦，真够趁钱。越南的哦，吼，足惊人诶！诶，即马娶新妇就无单纯了，尤其是要外劳啊。诶，安尼，啊，即马是安怎哟？你即马是无甲讲话清楚哟？阿母，你家己骗。林刚，你若生哦，阿母拍一片比较大片的金牌给你。公公哦，即马真侪来家哦，咧骗钱的呢。几号日啊？啊，过礼拜一五六个月啊，迄颗巴肚啊，搁无半点仔消息。我即马恁是啥物人的关系？啊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骗住啦！大骗人啊！这其实这是真老。Thank you.